等一下，这剧情模式结束不是了吗？那现在这是干嘛？那，俺たちこれからどうなるんだ？まずはエレンの力について調べることが優先だろうけど、具体的なことはわからない。今までとは状況が違いすぎるよ。皆さん。干嘛？大家为什么要骚动呢？的确。啊，言われてみりゃそうだな。为什么一堆人在讲话、啊？来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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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お前たち、急ぎ戦闘の準備をしろ。哎，戦闘？准备战斗？ウォールローゼ壁内にまた巨人が現れた。罗塞之墙。それも数量多到跟以往有天壤之别。啊，用我坐标之力就好了，对不对？偵察班によれば。巨人の群れはウォールシーナへと一直線に向かっているようです。その中には、さっきの騒動の際にも姿を現した。野兽巨人。の巨人。やはり三兵団の総力を結集し、緊急防衛線を敷くのが最善である。はい。ウォールシーナの陥落は人類の滅。我々が一致団結して人類の危機に立つ。三个部队要变主力部队了。面白くなってきたな。是吗？他们意思是，宪兵团疏散人民，驻扎兵，展开防卫线的准备，调查兵则继续侦查。好，エルヴィンどうした？我没手啊！艾尔文没有手了。少し気になっていることがあってな。你有什么看法？ウトガルド城での戦闘記録を見たんだけど、让人不觉得他拥有智慧。そしてこの状況から考え、他的确是有智慧的巨人。それだけ厄介な相手が、ここまで目立つ形で策もなく攻めてくるはずもない。エルヴィン、てめえ何が言いたい？他一定是有计划的。お前に頼みたいことがある。啊，这后续的剧情我就没看过了，完全没看过。哇，这时候还有人在笑哎，吼吼，不食人间烟火，前所未有的大战开始了。要睡觉了，晚安。屁股博士，屁股博士是谁啊？屁，紧急防卫线，这是最后一关了吧？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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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我们的总统原来是他，我现在才知道，因为他的存在意识感觉很薄弱啊。你没看过，靠北。对啦，怎样啦？没看过呢，不行你。敌の数はどうだ？敌人有多少数量？聞くまでもねえか。好多。私たち。あんな大軍相手にどうやって勝つってんだよ。やるしかない。还好我是女的，要是我是男生这样摸他的头，他应该觉得我跟他有激情吧？哦，开干了。これより我々は巨人との決戦に臨む。决一死战。ウォールシーナの陥落は、すなわち等同于人类的灭亡。哦，这个阵仗很大哦，好大的阵仗哦！哇，你看那帮派械斗的感觉有没有？一刀拉一滴，心臓を捧げよ！杀杀给哦！开始啊！全部都是低级士兵。加减一下，加减一下哈！心中杀杀 g 最终章无名英雄，我即将成为无名英雄。在时间内用尽前防卫最终的防卫据点吧，用尽前防守四个据点。憲兵団は拠点の防衛に専念するぞ。奈尔是谁啊？
我是没看到巨人啊。成为我们的一员吧。あそこは防衛線拡大のため欠かせない要所だ。加勢を急げ。この怪我では。頼む。私の代わりにこれを使って防衛拠点を設営してくれ。哇，三只冲过去还砍不死。我的一刀抵他们三刀啊。太废了吧！ありがとう。無事に防衛線を拡大できた。君のおかげだ。哎，我马呢？我的马啊，在那边。我心骑白马啊，归三关。巨人大老板，次から次へと押し。我先去救约翰了。哇，怎么回事？哇！哇，城破了，墙破了，王牌投手陈志远，小屁啊！来晚了，来晚了，你来晚了。两个信号弹刚好凑在一起，不错，凑不错。原来原子巨人在这里哦 ，What the hell？ 尴尬了，先去救那边约翰，约翰先救一下好了。选择性攻略。砍不，砍不死，硬哦。奇怪，怎么突然任务成功？我做了什么？来打原子巨人！我靠，腰痛。死呢！砍掉你的眼烟！能，任务成功。哇哦！哇哦 ！Holy shit！ 哈哈哈，死定了！死定了！丢火焰瓶！别闹啦 ！Oh my god！ 又要再踢一次了 ！Fire！ 踢踢乐！啊！啊！我靠腰！林北才刚补而已。他妈终于累死了！快点，给我补给，补给据点，超大型巨人逼近喽！干，谁被抓啊？输了，输了。
凶讯，巨人到了城外了。啊，居然是有 Bandy 的动画呢，好帅啊！巨人 Bandy 的动画。嗯，松快，他得逞了，他哪一来的凶？我要剩下三座，我没时间了，瓦斯要没了。伸大腿，伸大腿！看好久！天哪！原子巨人好猛啊，随便丢随便打欸，巴豆打腹肌是怎么回事啊？我到底是为什么要打这个？我要没能量了。逐一的往上打，是不是？哎，哥没能量了啦。狼烟，哦，痛！最后的剩下头了，行呢，干，他的头血好厚哦，怎么办？我不行了，我没有能量啦！前面，前面，撑一下，撑一下。有了，有了，有了，补给，补给。他要挂，他要挂了。他向我跪拜，死吧，拜码头！剩两座，撑住！干，终于，他哪一来的凶？难打死了，牵制住了，接下来咧？
啊！然后又消失了，跟一代的隐藏结局一样。哎，哪里搞？哇，太帅了吧！莱纳什么时候突然回来这样子？哇，差点就打死他嘞！还要打？别吧！哇，他果然是回来抢那个米娅的，啊，雅尼啦，抢雅尼啊，讲错了。他们走了，逃走了，逃走了，帅的来了，什么？哇！哇！我也要变身，自创角色也要变成巨人啊，不是这样子吗？然后我要超兽巨人了，嗯，居然不是，哎，为什么显示任务失败啊？还要再打、啊，真麻烦啊！痛痛痛痛痛！鎧の巨人が逃亡するぞ。哪来的阿布伊？为什么不能用？哦，比错了，难怪。53,620，我的天哪、啊！有那么高的伤害哦，但是打有打跟没打一样。哦哟，不要那么一直挥，我都打，我都找不到位置。これ以上の戦闘続行はかなわん。私は撤退するぞ。哎，我们的爱莲倒在地上了，起不来了。爱莲无法战斗啊！看，他要冲到目的地了。啊！爱莲瘫软了，爱莲又醒来了。よかった。エレンが回復したようだ。けど、まだ油断はできない。今度は迷わない。ライナー。旁边围观呢、欸？那个。围观呢、欸，这个超累格，这边有没有什么那个据点加一下状态啊？逼不得已加一下啦。真的是很困扰呢。
完了完了完了，快点快快，他快要逃走了。哇干，不要输了，艾莲快点撑挡住他。哇人呢，敲得好， AI 电脑跟智障一样，太好痛。艾莲振作一点啊，到底在挥什么？57000、58000、55000、54000。艾莲被打在地上了，哎，干嘛？艾莲无法战斗，告屁事！野兽巨人，哎，不对吧？为什么我被 take 了？我的天哪、啊！完了，我要输了！我不要锁定野兽巨人，我要打铁质巨人呐、啊！铁质巨人先杀好不好？不然就输了，我的天啊，该打的不打，我靠，瞬间回复是哪招？打脖子，快点快点快点，炸一下炸一下，躲开艾莲这个雷啊，没呼啊，他奶奶的艾莲，你不回应算了还挡，你是不是他们一伙的、啊、干，最后还给你尾刀，妈的死爱脸，累得跟狗一样，还被你尾了。好队友，最后一刀给你这样子卡在那边了、啊，妈的！气死了！啊！十一的哦，被反击，反靠一拳，过肩摔。哎呦，帅气哦！啊，哇，他不行了。啊，那铁之卷怎么办？逃走了吗？快点！啊！这感觉像什么，你知道吗？感觉像那个要准备放暑假了，有没有？下课了，要放暑假了，全部冲过来了。优先抢回亚尼，我在抖什么啊？啊，这些都是放学的学生，
耶！清明连假 ，Happy！ 我们要回家了。是骂电脑笨吧？对啦，是电脑笨啦。为什么？哦，最后我为了救他们，我牺牲了。我懂了，之所以为什么这本日记本会在那里，就是我后来把日记本给他们，然后我选择牺牲自己。这个是原创的啦，这是原创的，原创剧情。这样子呀，它有个合理的结束啊。对啊，要做一个合理的结尾啊。我要死了。その兵士は最後まで戦い続けた。然后这二爱莲中拿他日记本在读这样子。エレン。ああ。今行く。GG了，我死了。接下来要干嘛？あいつ。那家伙最后没有回来。他在说我，我在这里啊，我没有死。望みは薄い。帰ってきますよ。きっと必ず。然后到了三代游戏版本有没有？还是自创角色，然后饰演我回来了这样子。没有怎么可能，巨人这么多的情况之下，我应该逃不了了吧？有这么扯吗？因为我牺牲了，大家都这么惆怅啊、哦！我这么伟大吗？我不过只是一介草民罢了，有必要为我这么的惆怅吗？不需要吧。连兵长都对我为我难过。必ず取り戻すよ。好，结束了，一定要将我的故乡拿回来。啊，干好累啊、哦，体力透支了我。隐藏结局，我只不过是个自创角色，对不对？你知道为什么他要有这个隐藏结局吗？隐藏关卡啦，因为。他做这个隐藏关卡，就是要让我这个自创角色给个台阶下，你懂不懂？不然的话，你不做这个隐藏关卡，给这个自创角色一个台阶下，那大家应该也会觉得很奇怪吧？对啊，啊动画里面没有这个人物啊。七月会出啊，好吧，第三季七月我们再等动画吧，好吧，那今天先到这里了，老头要休息了。